本分局中原派出所在12月3日接获民众电话报案，在本市中和区连城路上有打架情势，本分局立即派员前往查处。业经了解为蔡姓直播主于直播时与熊姓网友发生叫嚣纠纷，熊姓网友遂心生不满，伙同友人对蔡姓直播主施暴。附近调阅监视器发现，熊姓网友犯案时所驾车辆仍在本辖，本分局立即派员前往拦查，并将熊敏等三人带反锁了解案况。于警讯后，以伤害、杀人未遂及聚众斗殴等罪嫌，函请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。